那么在哪些地方设置帐篷呢？要在临近桥梁、固定构筑物处、板后改变处、小半径水源处要设置帐篷。啊，为什么？它有膨胀力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板后改变处。啥叫板后改变处？这边厚，这边薄，你告诉我这儿这个位置它离这个分界点受力好还是不好？这儿是不容易断开啊，对吧？这儿厚，这儿面板厚，这儿面板薄，这俩力形成一个整体，那你告诉我它变形不一样，这儿是不容易开裂啊，对吧？这不损坏了吗？所以怎么赶紧断开？怎么板后改变处是什么？帐篷，这是针缝啊，断开。小半径水源处，你告诉我它的拐弯这儿，它这儿是不容易裂开裂啊，对吧？所以这我们在什么要开设什么帐篷啊，对吧？这会是什么膨胀力？所以说在这个地方设置帐篷。那老师说不对啊，我看那路面板上，你看这前面那个图的面板上，每隔一段距离它都有一套缝，那啥缝啊？缩缝啊，每隔四到六米的缝，那啥缝？缩缝。那在这地方什么是的是帐篷啊？什么板改变处、板固定改变处、前面几元处，这都是帐篷。像这什么每隔四到六米是什么缝？缩缝啊，缩缝。好，那么在自由边处啊。自由边处是哪啊？这个位置，对吧？怎么办？它要承受重繁重交通，施工缝小于六度的面层角于这儿，怎么办？要设置钢筋的补墙，对吧？这怎么办？这是不是钢筋补墙了？对吧？这是我们的横缝，这是我们纵缝，这是我们的拉杆，这是我们的床力杆。我说这个位置是不是容易什么受拉应力啊？往下变形，受拉力，这儿开裂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办？钢筋的补墙。好，那么在下穿市政管道路线。这是我们的穿越管道吧。你管道做完之后问了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你是不是要回填土啊？然后再做再回填过来。那么管道这两侧你告诉我用什么回填的？小型机具回填吧。而且你告诉我这么点的距离，你告诉我这个压路机能压过酸能压吗？能压密实吗？你旁边是不是都用压机压的？这是只能小机具夯实啊。那你想想这两个压实度能一样吗？不一样吧。这是不是会很虚啊？后期之后长期测量下这儿是不是会什么凹下去啊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你发现做之前咱们送路是拉链马路，送完之后哎呀过两天这个管道水管道过来了，挖一遍燃气管道挖一遍，回填完之后你发现管道这个路哎马上就凹下去了，为啥？它能压实啊，对吧？这边压路机压的，这边小型机具夯实的，能一样吗？后期是不是会下去啊？所以怎么这儿是不是上面是不是也要放什么钢筋补墙，对不对？你别下去。还有检查检，检查检怎么做的？砌柱的吧，或者混凝浇筑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一部分它是不是这个井这周围是不是压能碾压吗？压机碾压一震一挤压一震动，这个墙不是这个砌的这不就坏了吗？所以说碾压到边了吗？没有，怎么办？钢筋的补墙啊，对吧？这要做什么？一圈钢筋啊，对吧？检查井周围是要做一圈钢筋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怎么办？要设置钢筋的补墙。好，哪些是的钢筋补墙，哪些是的帐篷。好，看这个图，这个图是平面图吧？哎，后期你要看到这什么钢筋啊？补墙钢筋，对吧？这是什么缝啊？纵向施工缝，都要认识。这什么杆件呀？拉杆。这什么杆啊？船力杆，都要认识。那么这个帐篷跟缩缝还怎么识别？还要看什么？看宽度。为什么？我们帐篷是真缝，缩缝是假缝，你告诉我谁宽呀？帐篷宽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不是可以从宽度上可以认识啊？对不对？帐篷方帐篷板，帐篷板多少厚啊？20毫米，对不对？而缩缝什么？切割4到6毫米。你是不是可以通过宽度来看？哎，这帐篷这宽，这窄，这两条线，这一条线，那这种缝？缩缝，这种缝？帐篷，对不对？这么是不是也可以换区别帐篷跟缩缝？好，比较清楚啊，这个杆件到时候考试要会写啊，要会写。能跟上不？能跟上不？能跟上扣个3。那么这个水泥混凝土面呢，注意它也要抗滑，对不对？你要不抗滑的话，它是不是安全是不是有受到影响啊？那么我们这个水泥混凝土面它的抗滑构造怎么做的？可以用什么客槽、压槽和拉锚，对吧？这我们的构造深度。那么没有形成强度的话怎么办？我们是压拉拉锚，对吧？压槽、压槽、拉锚，这是我们的拉锚，对吧？但如果形成强度之后，你告诉我拿它能拉吗？能拉动吗？这都硬了能拉吗？不能，用什么？用客，对吧？比它的强度更高的材料，客槽机把它刻出来，这是什么？刻槽。哎，所以说抗滑构造包括压槽、拉槽、拉锚和刻槽，多选题考点啊，选择考点，不多选题考点，选择题的考点。好，重点抗滑构造。
那么神经元储物面还是它的材料选择。预埋可以，它有那个什么插根那个机器是吧，直接给插里边啊，直接给插里边。也可以预埋，也有可以插里边，都可以。好，那么主要材料选择这儿，注意有水咱们混这个水牛面是吧，有水泥，有粗级料，有沙、歪压剂、钢筋、张泵板和填材料。啊，填材料。那么这个水泥这儿一般用什么，快速煮完路用的是 42.5 级以上的道路水泥，道路硅酸盐或者是什么硅酸盐水泥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，水化水高而且强度也高，硅酸盐水泥。那么这个沙这儿注意一个问题，什么沙，叫做海沙禁用。淡化海沙仅用在支路。是什么？海沙为什么不能用？因为海沙里面是不是有氯离子啊？因为海沙是咸的，对吧？那么这海沙有氯离子之后，它会怎么办？它会腐蚀钢筋的啊，它会腐蚀钢筋的。所以怎么办呀？所以怎么办？它只能用什么？用在支路上，用支路上。那么在这儿会有个笑话，什么笑话？学生说了，在海南那边，我说那个沙子用的是海沙做的这个砌柱，结果呢，采访员说这沙我洗过了，能用。那个人记者问，你拿什么水洗的呀？那人说，海王说，我拿海水洗的啊，这不闹笑话了吗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海沙里边氯离子会腐蚀钢筋，所以说海沙是禁用的，但是淡化海沙能用到用在支路上。好，那么帐篷这样的，我说的放上面会放上面帐篷板多少，20毫米，对吧？所以说20毫米是不是很宽呀，缩放多少，4到6毫米，切缝机切割的啊。那么它是什么，它是柔性板材，水品性好，还要防腐处理啊，防腐处理。那么这个填缝材料用什么呀？用的是橡胶树脂聚聚力消凝和感应力漆，比如南老合剂，对吧？你要封死了呀，不封死就漏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要封水。那么你看一下，有个聚力洗胶凝。那么这个聚力洗胶凝在哪用？看了，除了在这填缝料以外用，在还有地方呢还会用到哪呀？就是我们水池这儿有个单元组合，对吧？那个单元组合扇形地板这儿是不是用聚力洗胶凝嵌缝啊？所以它是不是能防水啊？能啊，能防水。聚力消凝填缝啊，填缝。好，是我们的填缝材料啊，填缝材料。好，来看这部分的习题。第一题，对于特重胶东混凝土面要选什么基层？特重用什么呀？是不是用的是混凝土？那么混凝土包括什么？包括我们的沥青混凝土、平混凝土和碾压混凝土，对吧？而水泥稳定料用哪？用在重胶通或什么中轻胶通，而吉利料什么用的什么？中轻交通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题应该选谁啊？应该选择 CDE 啊 ，CDE。好，这么第一题。第二题，中轻交通等级混凝土面基层材料要选什么材料？中轻交通 ，A 水泥稳定料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重交通、中轻交通都可以。A 对 ，B 石灰、粉煤灰级配料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C 混凝土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D 混凝土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沥青稳定碎石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对吧？因为沥青稳定碎石用什么？用在重交通上，对不对？啊，重交通上。那你说，老师 A、B、C、D 都对呀，是吗？看见有个字叫什么字？乙字。对吧？那你 CDE 能选吗？能用。但是你会用吗？不会。为啥？它的成本是不是很高？对吧？我这水泥石灰就能用了，我还用混凝土吗？对吧？沙基能牛刀吗？对不对？你这东西是好，但价格也贵呀，对不对？那我用它吗？不用。用谁啊？用水泥或是石灰、粉煤灰及配料。所以选谁啊？选择 A 和 B 选项，对吧？选择A 和 B，CDE 应该是特重交通啊，特重交通。好，第三题，目前我国的混凝土面较多采用什么面板？就不说了吧，普通的塑混凝板。普通的塑混凝板，选择 A 选项。A 选项。好，第四题，在刚性路面施工时，应在哪些地方设置帐篷啊 ？A。检查井周围，除了压机能压过去吗？不能，怎么办？钢筋的补墙。B 纵向施工缝，有吗？没有吧？小半径曲线处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它拐弯小啊，直径比较小啊，对吧？
板号改变处，对不对？哎，这边宽这边窄，对不对？没错。E， 临近桥梁，对不对？别把它碰到一把崩坏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啊。所以选择什么 ？CDE， 哎，设置帐篷，是吧？临建筑物处、板号改变处、小半卷处要设置帐篷。那么其他什么？其他你周围啊，下窗管道啊，什么自由端处啊，怎么办？钢筋的补墙。所以说第四题应该选择 C、D 和 E 选项。好，来看知识点四，沥青混合料的组成和材料。那么沥青混合料是一种复合性材料，有什么？沥青、粗细料、细细料、矿粉、聚合物和木质纤维素构成的啊，半成的。有没有水？注意，一定没有水啊！沥青、粗细细料、矿粉、聚合物和木质纤维素。那么沥青干啥呢？结合料啊，对吧？把它什么结合在一起啊，对不对啊？沥青。好，那么关于分类这儿，哎，我们可以分为什么？分为材料组成级配呀，哎，材料组成的级结构啊，包括什么连续级配和间断级配。啥叫连续级配？比如说啊 ,0.5 到 1, 对吧 ,1 到 2, 或2到 3, 对吧，这是我们的连续配。那什么叫间断级配啊，把中间的1到2去掉了，这什么间断。对吧，它不连续了，对吧，间断级配。那么还有叫什么，叫做矿料级配组成及空隙率大小，包括什么密级配、半干级配和干级配。什么叫密级配呀？密级配是空隙率小于 10% 的。那什么叫开级配呀？大孔隙率大于 15% 的。什么叫半开级配呀？空隙率在 12% 到 18% 的。这叫什么？半开级配。这是孔隙大小。什么密级配、半开级配和开级配。是吧，你发现开级配多少？大于15的。哎，大于15的。是不是空隙很大呀？也叫开级配。开级配。好，这是我们的，先了解一下可以了。先了解一下。好。重点看结构类型。这个结构类型这儿注意。按照级配原则构成的沥青混合料可以分什么呀？包括悬浮密实、骨架空隙和骨架密实结构。记不记？不记。什么叫特就是什么特点的？不记。我不记口诀啊，不记口诀。不要记口诀啊，谁记口诀我跟谁急啊。首先第一个悬浮密实。我不要出两个字，什么字？一个字悬字，一个字密字。啥叫悬，啥叫密，你对应起来就好了。密字是什么意思？沥青多。悬字什么呀？骨料，对吧？你说你的骨料在沥青中漂浮的，是这意思不？密的是沥青，悬浮是骨料。那好了，你沥青多，刚才沥青干啥用的？粘结的，粘结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沥青多，它的粘结力是大还是小？粘结力是大的，没问题吧？你这骨料在这沥青中悬浮的，骨料跟骨料之间没有接触，那你告诉我，它摩擦小大还是小？摩擦小，小，这不就明白了吗？对吧？悬浮密实结构啊，密实的什么？粘结力大。悬浮什么悬？骨料悬浮着，骨料跟骨料之间没有接触，对吧？就说内摩擦较小，这不就记住了吗？那么它代表谁啊 ？AC， 哎，为什么是 AC？ 你看啊，内摩擦较小的情况下怎么样？它的嵌解能力是不是就不好呀？所以说怎么办？是不是容易车辙呀？对吧，它没有嵌解力啊，你挨你也没挨我，我也没挨你，一压它是不是变形了？用什么车辙，对不对？车辙。好，这我们的代表谁啊？ AC 什么普通的沥青混合料啊。还有骨架空隙，啥是骨架？谁构成骨架？沥料构成骨架。你发现骨料跟骨料之间接触了，那骨料跟骨料接触了，那你告诉我它摩擦角是大还是小的？摩擦角肯定是高的呗。好了，那么空隙啥呀？沥青少了。你说你这样是这个沥料是没有被沥青所包围，沥青少了，那你告诉我粘结力大还是小？粘结力就是低的，粘结力低啊，对吧？沥青少了，那么它代表谁啊？就我们的 AM 和 OGMC， 对吧？啥是 AM？ 沥青稳定碎石。啥是 OGMC 啊？刚才讲的是吧？大孔隙开级配沥青混合料，对吧？它既然是孔隙，它孔隙大才能吸水啊。水渗透吸噪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力量比较大，力量比较大呀，所以什么是骨架呀，骨架空隙。那它这个粘结力不好了，它这个粘结力小啊，所以什么后期是容易什么孔洞脱落了，对不对？就发现那个沥青面层挨这儿有个大洞，什么粘不住的，对不对？这才不好。那好了，那悬浮密实刚才说了什么好？粘结力好。
骨架空隙这么好，内摩擦较高。哎，他这个不是不用车辙了？那好了，那怎么办？我把这两个材料的优点全部集合起来，不是最好了吗？叫什么？叫骨架密实结构，对吧？骨架什么呀？接触了，内摩擦较高；密实了，地形多，粘聚力也较高，对吧？骨架密结构，那它代表谁啊 ？SMA， 沥青马蹄质。所以问你，适用于各等级交通路面，选谁呀？你告诉我哪个好？哎 ，SMA O A I S M A O D F C I M A C 哪个好？肯定是 SMA 啊，对不对？骨架密实啊，内摩擦较高，粘聚力较高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最好谁 SMA。好，所以说东西用记吗？不用记，你就把这骨字、旋字、密字给我弄清楚就可以了，对吧？骨架什么骨架？一料料接触了，内摩擦大，空隙呢，地形少，粘聚力没积，粘聚力就是什么少。对不对？行 ，OK 了。所以说口诀用吗？不用啊，不用记。好，大家走。那么沥青呢？我们优先采用 A 级沥青，不使煤沥青。啊，为啥不使煤沥青？煤青致癌啊，煤青致癌。我们 A 沥青分为 A 级、B 级、C 级，好嘞，哪个最好 ？A 级呗啊 ，A 级。那么还有我们来说，就是纤维，你记着，不宜什么？不宜使用石棉纤维。我们之前九几年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搭房子的时候那个板子，还有石棉板子见过吧？为什么现在取消了？致癌呀，对吧？所以说啊，不宜使用纤维，不宜使什么？不宜使用石棉纤维啊，不宜使用纤维。那么 SMA 和 SMA 和 OGFC 不宜使用天砂，为什么？太光滑了，对吧 ？SMA OGFC 骨架呀，对不对？摩擦有点好呀，对不对？用什么砂？机械砂，哎，机械砂，不宜什么？天然砂啊，天砂。还有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主干道，哎，不宜什么？快速主干路不宜使用什么？粉煤灰啊，粉煤灰。啥是粉煤灰啊？粉煤灰呢，就是电厂的一些排料物啊，比较轻质的啊，比较轻质的，不要什么，不要使用粉煤灰啊，不要使用粉煤灰，这我们材料的几个要求啊，要求。好，那么这个热拌沥青混料主要类型，注意是热拌啊，刚才说了有热拌、冷拌、温拌，还有什么灌入式、表面处置，这说谁啊？热拌。那么热拌包括什么？包括普通的沥青混料、改性沥青混料。沥青埋纸和改性 MCA， 我说了，普通沥青混料是 AC 吧？敢说它好不好？不好，悬浮密实，容易车辙。所以说怎么办？它用的怎么什么路？四干路、辅路、沥青道，对不对？那么改性沥青好不好？哎，好呀，它与普通沥青混料相比，它怎么抗车辙，还低温开裂能力比较好，所以怎么它可以用于城市的主干路和快速。那还有一个叫做沥青埋纸。埋纸好不好？好啊，它是骨架密实结构，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它是主干路城镇的快速都能用。哎，所以说 SMA 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在这组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就是我们的 SMA， 它是什么级配？它属于间断级配，知道这套是一个间断级配。好，来看道题，看道题，第一题，按照级配原则构成的沥青混料中，具有内摩擦较高。内摩擦较高，那你告诉我是骨架啊，是不是骨架啊，对吧？对应的骨架啊，猜来。还有粘聚力比较高，说明啥？沥青多呀，是不是密实啊？所以选谁啊？骨架密实结构，对不对 ？A， 骨架密实，对不对？哎，没错，啊，对吧？那么悬浮密实结构谁啊 ？AC 吧，啊 ，AC 吧。骨架空隙结构说的谁啊？说的是 OJFC， 还有谁啊？还有我们的 AM。对吧？嗯，骨架空隙，哎，内摩擦较高，粘聚力低，而悬浮密实呢？密实嘛，沥青多，所以说粘聚力高，对吧？内摩擦较小，为什么？骨料悬浮，内摩擦较小。好，这里选项选择 A 选项啊 ，A 选项。好，第二题，沥青混料是由什么组成的一个复合材料？包括沥青、粗细料、矿粉，还有外沙基。比如说纤维素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水？说了肯定没有水，所以选谁啊？选择 A、B、C 和 D 选项。好，然后呢，来看知识点四，是我们的沥青混料的组成啊，这是我们的再生啊，沥青再生。那么叫沥青再生，说白了什么再生？沥青再生。那么为什么会再生呢？因为任何一个沥青都是有寿命的啊，有寿命的啊，寿命的。那你随着它的这个受力，还有各种这个外界环境影响，那么它会发生什么现象？它的粘聚力会增大，粘度会降低。你说粘力大不好吗？不好，
侧冷不好，它是沥青之间粘结力好，但是你想想沥青还粘起来粘骨料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不好，然后沥青之间没事，但是沥青骨料包不住了，粘结不住了，所以你会发现什么，会发现脱落，哎，当时什么有空洞了，哎，空洞，所以怎么办，我们要让它沥青恢复下来的性能。那怎么恢复啊，我们首先怎么办，需要将它进行翻修，哎，又怎么挖挖挖挖它，那么经过挖完之后怎么办，然后往里边掺加新基料还有什么再生剂，然后怎么办，然后再进行弹补，这是我们的沥青再生，对吧，旧沥青加入新沥青加什么再生剂，然后怎么再重新的弹补，让它什么恢复它的性能，这是我们的沥青的再生啊。那么这样呢简单了解一下循环体啊，循环体。那么我们说再生这样说了，旧沥青是什么加再生剂加新沥青，那么这个再生剂有什么作用啊，它可以调节过高粘度，并使脆硬的旧沥青进行软化，对吧，我说它的粒子间粘的，它沥青和沥青之间粘的很好，但沥青跟那谁啊骨料之间粘的就不好了，所以什么只要它进行软化，用再生剂，用再生剂，那么再生剂掺入这其中，使其已凝聚沥青重新溶解分散，对吧，沥青沥青粘的太好了，对吧，刚才说了太好了，好了，那么再生剂采用什么呀，采用低粘度的石油系的矿物油啊，低粘度石油系矿物油，这是材料啊，材料。好，再生剂。那么再生剂的技术要求有什么要求？第一个有软化跟渗透，对吧？你变硬了呀，怎么办？软化跟渗透。第二，流变性的，变硬了，对吧？它变硬了。还有什么？具有溶解分散的性能力，分散它。还有什么？表面张力、耐化跟耐候性，这个多选题会，会选就可以了。什么？软化渗透。对吧，为什么说沥青随着时间接触，随着它受力之后它越来越粘了，怎么粘啊，变硬了，它自己跟自己粘了，跟其他结合力不好了，所以怎么要软化渗透，要流变，要分解它，对不对，啊，第四个表面张力、耐热化和耐活性，好，看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沥青你加多少呀，你不能随便加吧，那么目前再生沥青的混合料最佳用量用什么确定啊，就是马歇尔实验法，知道就可以了，马歇尔实验。那么再生沥青混合料的实验指标有哪些，包括什么空隙率、间隙率、饱和度、马歇尔度和流质，什么是给饱满流空间，对吧，空隙率、间隙率、饱和度、马歇尔和流质，这个多选题考点，会选就可以了，对吧，每个字取个字就可以了，给饱满流空间。那么对于再生沥青的检测项目有哪些，你检测啥，用什么，用车辙的冻龄度，还有什么残留马歇尔度，还有冻融劈裂，是什么马车冻，马车它冻了，马车冻，好了，会选就可以了，这是个多选题啊，就很多，剩下就不做要求了啊，会选就可以了。好，之前五，那么这个挡阻墙，那咱们到九点了，9:02，咱不能拖堂啊，那咱们就下次吧，对吧，今天问信号是不是有问题啊，所以说我们下次课下周几啊，下周五吧，应该是，就下周有个特殊情况，是应该是周五，然后我们再继续讲挡阻墙啊，挡阻墙。好。应该都能跟上节奏吧，啊，应该都能跟上节奏啊，今天讲得很慢啊，讲得很慢。好了，那么我们今天课就先讲到这里吧。啊，正好一个节点，挡阻墙，咱们下周开始讲，继续讲挡阻墙。